他就是要看你的基础，所以他就不敢看。那林子平他现在100多岁，他有强调基础，基础，基础。是的。到最后丢硕也好，那个抽象也好，他怎么抽？可是他的东西很耐看。可是很多年轻人他就说我要创新，要创新，他就不够基础，所以很多东西不耐看。那么所有的科目其实都要有基础嘛，要不然人家怎么去从什么角度去看一个？对，这个是内行的，一看就知道，外行人<笑>要耍技巧啊。哦，对呀。我画胡姬花，这个是很自然。之前哦，我兴趣是种花。 就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啊，在美妆上完课，需要回家就敲砖啊，敲木炭啊，种盆的。我那个时候种了很多嘞，差不多3000盆，这个屋子前前后后都是这样。后来我上艺术学院的时候，我就临摹那些中国的那些画家的画，就临摹老师，你临摹这个东西是给你一个基础嘞，因为我们这边你画的是温带的花卉，我们是热带的。 你没有看过嘞，你这画的是表面的东西嘞。你这样你，窗口一打开，几乎就为什么不好接啊？我要死哦！这样我开始就画胡姬花。那么艺术界的前辈啦，刘刊啦、詹妮英啦，他们这些老前辈跟陈，哎呦，你走错条路对嘞。本地我们本地的画画的人很少去画本地的东西嘞，他们都是很传统。 画梅兰记住了，画松树了，代表这个代表那个，已经过时，你要画我们本地的东西嘞，才能起共鸣啊。画的东西，我们要有那个灵感的东西变出来。比如说你在画画的时候，画到一张好像电脑啊，你里面的东西哦，已经充满那个电脑越来越慢，人也是这样，变成哇，这个东西怎么吐？ 突破，就有时候你就放下来，喝一杯茶，敷一下牛，吹吹口哨，跟你，哎，看到那个牛在会动，哎，那个姿势可以做啊。还有那个在浇花的时候，那个水一喷，那个花火花朵就有了妖气，还有阳光的照射，哇，色彩也好，动感也，就带动那个画面。有时在炒菜的时候，哎。 刚才那个画不对了，要回去改一下，去改一下回来那个菜已经糊了。这个东西就是，有时候这个灵感来了，就你要赶快跟它记录起来，不然这一转眼就忘记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生活来的。所以为什么老师一直鼓励说，我们要去大自然写生，给你东西画不完的。 那我从小就真的很喜欢画画，所以画了很多画。就算是在工作时间，我也画了不少作品。所以我这段时间都没有间断的一直在画，一直在画，画了好多好多年，直到现在，我连晚上要睡觉前我都有画画的啊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的老家住在 Tiverton Lane， 就在美专的山脚下，那么。 其实我爸爸也认识钟世斌，也认识陈文熙，所以我小时候有常常看到他们，画画啦什么，尤其是陈文熙，我想说他的鼓励是，蛮重要的。他把他的签名的画册送给我，然后也跟我合作画画，那么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鼓励，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，他是一个大画家。 然后能够在一起创作，是不是对我来说的影响都很大的了？到了中学的时候，有想到美妆上课，然后父母亲就说：“你如果可以继续读书的话，就读书咯。”其实很多画家的那些生活也不容易，所以都在挣扎中。然后我就顺从我父亲母亲的意愿，就去读大学。 那么读完大学以后，那么我就出来教书。我是教美术的，那么我看到我的学生每天都在画画，而我整天都没有时间画画，那我就很辛苦。到了大概教了10多年以后，自己也很累了，就有一天就决定说，出来自己成为一个所谓的全职画家。我大部分城市系列的作品都是用水墨。
的这个元素去创作的，但是里面的方法也没有遵循非常非常传统的水墨的那些技巧，山水的技巧，那么记录了现代的元素，那么带入我心里面的所谓的山水。因为当时我画山水画到我画不下去，因为我心中没有所谓的大山川啊，大水流，那么我就想怎么改造这个事实。那么心中最有直接的感觉就是城市嘛，看到都是高楼大厦，看到的就是车水马龙，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融合古代的一些观念，那么再创作出新的东西里面。我的创作过程里面的其中一个什么，我是没有固定形式的了，记忆是最大的一个部分了。那么其他的就是，当然要有感觉是最基本的，就是整个东西最基本。那么下来就看一本书啊，看一个纪录片，看一场电影啊，读一本书啊，跟朋友聊天啊，吃饭啊，其实都可以是我创作的题材啊。我回去看了有感觉，我回去就创作了，甚至我生气都可以画一张画，画一张抽象画。主要是我的心灵里面的那种触觉，到那个时候忽然间有什么感觉，我就可以画了。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座谈，我回去可能就画一张我们两个人在座谈的一张画了，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题材嘛。对对对对对，感悟啦。感悟，对，就是啊。老师您本身又怎么样创作呢？我一片白纸，我就想问。我从山下走 到山上，我要就想到走路的那一段哦，哪一段可以入画？那个旅客走到那边，哎，要有一个景，就带动那个后面会火。那么在昨天哦，有一个早期的移民之地的一个度假那个公寓，哎，就像是在一个岛上哦，还有一间这样的别墅嘞。就我们把看到的东西，把它融汇到这一个画面呢，可不可以说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是一路补景去抓那个景？对呀、啊，看到这个我要抓了，对呀、啊，来画，哎，这个我要抓来画，对呀、啊，一路这样，对，刚才我就是讲了，我这个场就是代表我们南洋的树木啊、哦，跟那个画展，我要拍一个做记录，那边这边，那么我们在构图的时候就把这个融汇在里面，就有我们南洋的东西。时代在进步中了，那么很多年轻人都有出国了，跟在电脑嘛看到很多西洋的那个技巧的东西，把它引到本地来，还是到你的作品，你的创作过程哦，就比较丰富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对的。对呀，在基础上再加新元素，加了一些多的味道进去里面，让作品更这个就是要跟着时代步伐进步。那么画也是这样，你要跟着那个时代，你画的这东西还是那个明清的东西，那个就是其他那个时代感，又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过程。这个东西，对对。